现在要跟你讲按摩你的左胸部，就这样子手啊出一点力，然后从这个腋下这边推过来，推你的肩胸部，好，这边胸部你要推，要出一点力，用手出一点力压下去，然后这样子按摩，按摩你的胸部，好，这边是左胸，那右手也是一样，右手也是一样，然后你的这边呢，中间这里也是一样，用你的手掌，手掌贴贴你的胸部，出一点力，压力压力，这样压下去，然后做按摩旋转，然后左边右边都这样子，然后大概你要按个100下，哦，先100下100下，一个位置100下，然后再换位置。尤其这个乳房的下面这里啊，这里也需要按，你按哦，你就发现哎，手指也可以用手指推，可以找出你的痛点，然后慢慢推慢慢推，然后比较痛的地方你就可以擦一点那个保心安油啊，擦一擦，然后再继续推，然后推到下面肋骨下面这里，你也是用手指，肋骨下面这里用手指这样子，哦，有一点像抓这样子，抓抓肋骨这边要抓，就抓就是按下去这样子，按下去这样子，有一点点抓啦，但是就是用手力帮它推推，然后再按你的胃，你的胃虽然是没问题，可是你现在没有胃口，没有胃口就是胃的比较停滞，所以也比较寒了，所以你现在就帮他暖胃按摩，哦，暖胃按摩，然后再来按肚脐。我跟你讲，胃跟肚脐这个都是要300下嘛，所以你每个点就是从100下开始，然后你推的当下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哪个点比较痛？还有你的右下腹部，现在是左边嘛，然后再来是右边，还有你左边这里腋下通下来这条是肝经，所以你这边腋下这边你要这样，你要往下这样推，还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绕，一点一点的绕也可以绕下去，你会发现哦，这里痛啊，不舒服啊，你会痛就是不痛，不痛你就是要帮他疏通，不痛你才会慢慢痛，你不要怕说哦，我会压到里面怎么样，尤其你告诉我右下腹部那里不舒服，就是要疏通。